好，看到我没有？嗨，大家好，我叫黑总，然后我今年就读台大政治系三年级。然后我在网络上搜寻到就是安时有实习生的计划，然后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实务经验，所以我就来。然后在前几周的课程中已经学到很多关于关键字行销啊，关于 Facebook， 包括社群网站还有 YouTube 的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，然后也让我对网络行销和网站架设有更多的认识，然后希望可以用这些经验完成一个最完美的 final project， 然后我也希望在未来可以用在这边学到的经验做更多的思考，就是让网络行销不只是一个商业行为，而是一个就是可以让社会提升或者是更好的力量。谢谢。